位朋友大家好，新年华假期在2020年的2月5号，曾老师要带所有的好朋友到一年一度台湾观光节最棒的台湾灯会。今年曾老师特别安排了我们到日月潭，我们还会到台中新社采当季最棒的飓风葡萄，行程非常的精彩，名额不多，报名可真是要快哦。